它什么？地瓤河粉。地瓤河粉对不对？牛肉河粉对不对？还有春卷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缅甸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缅甸玉，好，缅甸玉也很有名。还有这个是大陆，那大陆是什么？大陆跟我们马祖的风俗习惯是比较接近的哈，那好，非常的话，那个勤勤恳恳的一个老师。那图的话是达姆数学，那你们在这张那个封面上面，看到什么？一架飞机，其实，猜一猜，那是地龙航空。地龙航空是不是从印尼飞过来的？不是，还是从中国？从台湾哈，大家的话很想知道的话都。感觉是台湾比较近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啊！好，接着这个好像妈妈在哭哭哎，哭哭哎，到底是什么？太感动了。是感动到哭吗？还是被小朋友那个？非常有亲和力。对，母亲到哭了，伤心难过的哭了吗？然后开始，小朋友就可以开始画了。
号码比一张号码多。一张号码多。